鱼翅，这个鱼翅做得好。来一份蒜泥白肉，我切开都感觉挺香的。对，把这个放点咕嘟拉克这个酱提提鲜，其实不用敲蒜泥就行，不用捣蒜泥就行，直接就这样蘸着吃都可以。凉凉，一点都不腻。这是配大米饭吃，这叫什么鱼？牛舌鱼是啥鱼？我也不知道。用这个小苏粉炸的，用小苏粉炸鱼，可好了，19.90十包。酥酥脆脆的。
凉了也不会软。香了，过一天还在炸。用了一袋，炸了一盆。来吃一个这两天很火的牛皮菜根儿，我这个是爆辣的，脆脆的。满满当当的一罐，很有嚼劲。越吃越想吃，吃饭了。这个是裙带菜炒的鸡蛋，看看咱家裙带菜是没有盐啊，整颗整颗的，把这个给切了。回锅肉炒酸菜。这个裙带菜炒着吃凉拌多好吃，
劲不够。